这么结婚了？你们连房子这么用？难道你们以后结婚了还挤在那里？琪琪啊，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你真的要好好的想清楚啊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都想清楚了。你想想看，你的女婿技术能力好，三一单位也不错，你还怕他亏了我？再说了，最近我们也准备买房了，都看了几个楼盘，只是没找到合适的。真的吗？90方这个价格挺合适的，就是远了点。这个也好啊，你上班方便，可是小了点，以后有孩子也不方便。条件合适的，这个合适的，那么近，就太小。哎，你说我们20桌够不够？还有啊，你三哥的小孩，他在广州，你觉得他会回来吗？会吧。我是跟我一起从小长大的。还有去年参加你同学的婚礼，我们要不要请他们？对。啊。好好，行，我马上回来。拜拜。这个事儿你说了算了啊，我就算了，回去一趟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下午有个很重要的客户过来，是技术指导，我必须得陪着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去挑我的衣服无所谓，主要是陪衬咱们漂亮的新娘子吧。行了行了，少说没谱的话。这一段啊，我好好的陪你筹备婚礼啊。我领导说了，下段时间呢，我就可以升职了。忙忙忙，你再升我就见不到你人了。人家领导你也领导，怎么三一越是领导越忙？真是。立功，这个方案我模拟很多次都是不行的，这是最新的施工图，麻烦你看。坐吧。吃饭吧。我说咱们这婚就别结了。Thank you.
道我不够好，也不太会赚钱，但是我答应你，我会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，嫁给我好吗？小心哦，准备了。